就像你一样，你也随时在变化。请问明天的你跟今天的你一不一样？不一样。如果你早上吃一个馒头，晚上又放一个馒头，你的戏啊，因为它在变化。请问你身上的血一不一样？不一样。来 拿你的指甲看一下，这个指甲有没有在动？你现在看没有在动，它有没有在动？给能杀刚刚都长了，因为你身上的细胞死掉了，死掉的细胞长成头发，长成指甲，因为它不断的在变化，所以你看它没有动，它在动。所以我想各位，你了解这个道理。所谓孙悟空，他认为我认为安内就是安内，我们过去就是这个思想。我有钱啊，我有男人啊，我买一部车子啊，哎，我就快乐啦、啊，我来满足我的欲望啊。事实上，快不快乐？我问各位一个问题：抽烟的人快乐，还是不需要抽烟的人快乐？哦，你就跳，那你为什么要吃那个东西呢？他就说啊，就叫愚痴，了解吗？啊，谈恋爱的人快乐，还是不需要爱情的人快乐？哦，你就伟大，你开我啊，大禅师，哇，你不需要爱情，所以啊，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出家吗？那你就了解了，为什么要出家？爱情是苦啊。念一下，爱情是锁链，家庭是监狱，赶快跑啊！我那边办会修西退哦，他那个殡仪馆，我们去助念，我师父就会跟家属说，跟往生者要说，再背一次，爱情是锁链，家庭是监狱，赶快跑啊！啊，会那个修给一再敲刀啊，你干嘛？不然他会留在家里做鬼。啊，执着这个家庭，执着这个爱情亲情，他就没办法超度了。所以我今天是来干嘛？超度各位，我把各位超度。超度不是对死人，超度是死掉的人的心。如果接触到这个世间爱恨，他就投胎的时候才很可怜的啊，他就永不得超度。超度就是说，你已经翁心啊，死亡了，你就放下，不要再那边想啊，我来想那弄戏，我想那弄戏，他就被超度。还有说在的变有替死鬼啊，因为一个被撞死的人死在那边，他不甘愿，他就会一直在那边痛苦，痛苦到没办法解脱，一路抓高铁，这样了解吗？很恐怖的事情。所以各位，你一定要放下，要来念一下，学习放下。放下就自在，但是放下要有智慧啊！啊，你别再讲啊，我得要改啊，得改不起来啊！你没有智慧，你怎么戒？所以，为什么唐三藏把这三个取名叫什么？来，猪八戒、沙悟净、孙悟空，这个就是戒毒的方法，戒痛苦的方法。你有贪嗔痴这三毒，你的身口意，猪八戒代表身体，沙悟净代表嘴巴，孙悟空代表心态，那你就要念一下戒定慧，要持戒律，要打坐修禅定，要听佛法，要去想叫智慧，所以念一下戒定慧得解脱，这个叫唐三藏啊。三藏就是把这三种都拿来用，所以修身各位爱两礼拜皈叫戒，第二个叫你要打坐抄经叫定，第三个那你要听佛法，听这个道理，你要去想，想通了就放下，那了不了解啊？叫智慧，那你才能够真正戒毒，好不好啊？所以没有戒好的不准出去，在里面出家，好不好啊？出家不见得要留，我多讲，出家就是你要守戒律，修禅定。戒律是行为，行为要控制；禅定呢，心要控制；智慧呢，心不用控制了，因为已经戒毒了。你的面啊，就像我们现在不喜欢谈恋爱，我们现在不喜欢吃葱蒜，
我们现在不喜欢吃肉，你若肉给我吃，我也感觉很艰苦啊，不慈悲，不是肉不好吃哦，不慈悲。我很喜欢喝豆浆，加个鸡蛋，现在不吃了，吃鸡蛋你会经常长痔疮啊。而且母鸡生蛋痛不痛苦？非常痛苦。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其他人或其他生命的痛苦上面，记下这句话，不能把自己的快乐或欲望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面。鸡蛋、牛奶、肉，那各位呢，初一十五学一学吃素好不好啊？锤子哦，为什么初一十五是报恩呢？感谢爸爸妈妈，感谢祖先呢，啊，替他们吃素。初一十五呢，吃素消业障。我跟你讲，哎，一天吃素，生生世世不会遭遇到战争的劫难。因为我们初一十五假菜，啊，奇怪，那哪里有战争跟你没关系？你这个人在那边，那边不容易有战争。所以我们在台湾，我们就希望台湾永远和平啊，永远快乐啊。所以那大家就至少做到，念一下，不杀生，多吃素，常放生，好不好？那你就是来帮助世界了。那你帮助世界就会帮到自己，念一下，帮助别人，帮助自己。简单说一句，你要有钱吗？不是用尽心机去赚钱，你用钱去帮助比你更穷的人。那念一下四个字：舍一得万。对，这个人很痛苦，我给他十块钱，将来你就多赚十万。所以佛陀讲得很好，你若看到一只狗抓，一只狗遐，你唔通甲抬，你就摕一罐物件给伊食。你生生世世啊，换你做皇帝。因为你尊重那个最可怜的众生，那所有众生都会尊敬你。念一下六个字：行为反作用力。人的命运是决定在行为反作用力。你要长得漂亮吗？念一下：多送花，不生气，脸漂亮，脸漂亮从这边来的。所以各位以后把该整理的整理得很漂亮。有佛像的地方，哦，给他摆一朵花，供一杯水，甚至有人有佛教的，等一下也会送各位一本书吧。哎，我们也可以拜拜，这个书也代表真理啊。你喜欢皮肤没有皱纹吗？你想多扫地，不乱丢纸屑，因为你让这个大地很漂亮，那你的皮肤就不会坎坎坷坷，了解吗？你很喜欢你皮肤很柔软，那。你有没有去佛寺看大殿给他摆地毯，有没有地毯一看，哇，好柔软，行为反作用力，皮肤柔软。所以各位了解这个道理。还有人问我一个问题，师父啊，我每天晚上洗完澡脏到要死，那脏那脏啊，想到皮肤的脏啊，年轻的时候好色啊，好色就是享受皮肤的快乐，你的酒啊天光哦，啊你今嘛你就要这里面无法多聊，你要打坐啊，你改变了你的行为，你会发觉皮肤不痒了，因为这一点要了解，所以进一步，各位呢，像我们走到哪里都会布施水，布施水。哎，我希望把各位转转的好不好？你怎么都不会生气？这个叫什么？来，大杯水。因为光明一出现，黑暗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叫大杯水。那念什么？南无观世音菩萨，你都会啊。好，各位，如果你会，来念一下。会念大悲咒的举手。大悲咒会念的，你看有几位？这可能关较久了，你都要念嘛。我们以前在屏东看守所，一直教他们念大悲咒，哐哐哐哐哐哐哐，讲到没皮破去啊！啊，为什么？你如果要戒掉心中的欲望、药品、毒品，
各位，你一定要有信仰，了解吗？你信圣母玛利亚可以，你信妈祖可以，你信佛祖可以，因为自己没办法，自己没办法戒啊，自己要努力。所以，解人要改变命运有三种力量，念一下：自力、他力、法力。自力说你自己觉得我要戒，你要有这个想法；他力呢，我念观音菩萨，我打坐，我念心经，我念圣母玛利亚，你要有佛神的他力教你。再来法力呢，法力是我多送干净的水给人家喝，我去帮助贫穷人，我多在佛前插花供水。我想你所一定也有一个小小的佛堂啊，你去那边扫地啊。什么叫法？法就是对法界、对别人、对神、对佛、对地方、对老鼠可以，这个法界你对他好就是因果的意思了。我来插灰，那各位今天如果扫了这盆花，那就气氛又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我来供水，所以那你要有这个法力。就像各位以后吃饭了、我教你一个最好的法力。什么叫法力？都要讲行为反作用力。用七粒饭粒吧，如果有窗户，还是叫人来这边出去，给他提一把号，给他弹在树下卡啊那样。你把这七颗饭，小鸟会来吃，孤魂野鬼、好兄弟会来吃。我们台湾人相信有好兄弟，要修金爪，给这些看不见的孤魂野鬼。然后呢，这些米啊，那些蚂蚁啊，那些小虫啊，搞不好你不多一点，流浪狗也会来吃，老鼠也会来吃，这个叫法力。所以各位要去做一点功德的这一组了。所以在背次，自我功德力、诸佛加持力、法界反作用力，这三种力量你若抓到啊，你就可以改变命运，什么都可以改变。但是首先你有心要改，你脾气不好，所以我想各位进到里面当作来闭关，没有人关我们，要把被动化为主动，好不好啊？感谢丁阿丁，感谢中国，感谢啊，让这代人员一帮助咱，帮助咱。就像我们出家人在山里面闭关三年六年，每天住在寺庙，这也是闭关啊。但是我们是主动的，林喜红的阿来，我是主动的，无期徒刑。为什么？永远跟自己打仗，不然我没有自由，我永远都做欲望的奴隶、脾气的奴隶、金钱的奴隶、感情的奴隶，那这叫轮回了。背一句话来：爱河千尺浪，苦海万重坡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痛苦从哪里来？爱爱爱爱，我爱水，我爱查甫，我爱查某囝，我爱饮酒，我爱结婚。这个爱会让你很痛苦，甚至很难男女之间把做爱哦，我们爱情成就了，那很可怜。人不是动物哎，动物没办法，动物没有思考的空间，动物也听不懂话，那是人可以思维。所以各位今天也看到几位年轻的女众法师，人家年纪轻轻，长得漂漂亮亮，那么他们为什么被出家？这是不是讨个派气啊？那呢？啊，那是有智慧了解这个道理。所以我想，我今天要来带给各位来，永远漂亮、美丽的人生。你今嘛听到哦，马后足侪人拢听无。感谢咱顶个长的安排，咱听有呢。马后迄个董事长、迄个秘书、迄个同好家的少奶奶，因拢无听到。所以痛苦这个因缘，反而让我们开悟。各位，你若无念来，规个听无我讲佛法的，你看，你要觉得要不要感谢啊？不要恨那一件事情让我开悟，这样就好了。如果你没有痛苦，你不会开悟。今天你朋友把你钱骗走了，你才开悟啊！哇，没钱真艰苦啊！而且呢，这个开悟会让你去思考：啊、我若卖钱就袂遐艰苦，
就像很多人说，跋筊、跋输筊，